刚才这个韦伯说海豚是外星，我看个文章，我说我看个文章。这个我跟岳哥说这个不够准确啊，那怎么来的呢？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。海豚是个生活在海洋里的哺乳动物，对吧？哺乳动物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，你们晓得吗？胎生，好的，胎生，加一分，嗯，哺乳动物哺乳，对吧？还有不用肺呼吸，用肺呼吸，不用鳃呼吸，不用鳃呼吸，用肺呼吸，还有两个，它是恒温的，对，还有你有啥？头发，哎，海豚有毛发。这个问题多好呀，是我就等着你问呢。刚出生的小海豚，它在前吻部呢会稀淋淋的长着几对白毛，就像胡须一样，但是随着年纪大了它就掉了，脱发比较早，毛发，对，这个问的都是特关键的，这咱俩是捧哏呢吧，就是，哎，您说说。这个白海豚是就真的有点泛粉红是吗？哎，这个问题，这我就等着你问呢。赵老师，我问一下，哎，这鲸鱼身上的这些藤壶能要它命吗？赵老师，怎么分辨公母啊？这个你这问题太捧哏太厉害了。对，